今天终于又来到老爷，那我们今天是来老爷啊聚餐啊，这是小孩们的要求，所以就来老爷聚餐啊，坐在这个包厢里面啊。今天呢，又是全家总动员，空间我觉得是还蛮喜欢的，整体上来讲我非常满意。若以这样的价格，其实是太值了，太优了，哈哈哈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菜单喽。今天这个菜单是咱们家女儿精挑细选的，我想应该是会让大家都很满意吧。今天我先就先介绍这边咯，等一下再说咯。哦，厉害厉害。我们今天是带老爷，这是片皮鸭，一鸭几次啊？一鸭今天帮你做两次。哦，两次再招待一道。哦，这是没有招待的。二多少？二五九九的。没有啦，今天这个是我们是一鸭二次，就别问。哦好，算了。啊，我要帮你打个广告都不行哦。专案多少啊？2599是一鸭五只。哦，一鸭五只。一只鸭四个。啊，这是在老爷，好像要预定嘛，哈。要，这要预约的。OK。这个是我们一鸭五只啊，求一下那个一鸭五只有哪五只嘞？还要介绍？啊，我帮你拍了片要上传的嘞。来是一鸭五只，我跟你介绍。哦，好啊，下一次来。可是现在不先做一下 DM 一下啊？我先帮你拍下来，以后你就可以上传，帮你做广告啊。可以先包哦，各位。好，师傅是很熟练的哦，一下子就可以骗出一大盘。